鸡。嗯。我们去抓鱼了啊。抓鱼啊。嗯，今年第一次去抓鱼哦，第二次啊，哦，第二次去抓鱼了啊。嗯，好，涨了那么多次大水了，涨了那么多次大水了哦。可以有鱼抓了。鸡腹。啊，收多的小鱼，爸爸呢？还有好多。看路，我要看福特罗，看路。哎呀，看来。下，来，走。哎呀，你捡它干什么？那螺丝不用捡的，拿去喂鸭嘛。拿回去再喂。哎呀，要堵一个坝哦，这么大的水怎么办？哎，哇，那么深的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哥。上一次呢，就是阿学哥来这里，就是搞过一次鱼了，这个地方。但是呢，他搞鱼之后啊，就是涨了，就是我们这里涨了三次大水，都是冒过这个地方的。所以我估计他还会有鱼，还会有龙虾，在这个地方。我今天呢又来盘它，但是水有点大，不知道能不能盘得动啊。我先堵一下水先再说。三次。那鱼都好大的，我那里不敢动了。多鱼吗？多不多？多。哦，好大个的，你看。那里也有，那里也有。这里也有。这里也有。那小小的要干什么？抓大的。先把小的地方打进去。懂吧？哇，这个还不是被爸爸咬跑了呢。上面的鱼还挺漂亮的，红的。你看，哎呦。哇，这么厉害哦！粘果是吗？你看这鱼好多啊。你没钱呢、啊？没钱这里啊，鞋这里了啊。哎，看到没有？那他趁着反过来拿，不会夹。你看，哇，这种龙虾躲在鱼里面了。我觉得可以薅哎，可以薅一下，应该有。嗯、啊，哦。哎呀，这个跟我那里可以够一餐了。这小编那是不是有鱼啊？我听他一直在叫。叫淡定。对，淡定，淡定。这种鱼，这种鱼太小了。给乐乐玩。喂，他抓了一个好大的龙虾。啊、这种大龙虾就在泥里面嘛。对呀、啊，可以摸。乐乐摸一下泥里面，好多龙虾。你慢点摸，摸一下它手。他们是。边边有没有边边呢？边边比较多应该。那后面有鱼龙虾。后面有一个那个，这里有个鱼，这里呀、啊。后面的脚坑有一坑。这里有个鱼，你踩过的脚。哎呀，这种那么小的鱼，你抓深一点。看不上我是吗？抓深一点。配不上你，你等一下抓了送我。等一下回来，那回头的嘛。这里有个鱼，看到吗？那里有个龙虾。爸爸，这一个鲶鱼。啊？有鲶鱼。有鲶鱼啊。小小的。这里有一条小鲶鱼。嗯。等一下。过来。过来。啊，给它钳住先，你再去抓。你看有窝。看到没？哦，来，爸爸抓。哎呀，没有，还有吗？这里还有，这里。你去后面去找一下。你过来捡鱼啊！这鱼都现成了，你看，那里有个白兔子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哎，那里有一个，那里有个小龙虾，这里。哎，我就说这里有个龙虾。抓来，抓鱼。哦，这个大，是不是？嗯。哦。红起来了，这个。是不是黄鳝啊？你这么敲龙虾，我就怕它钳，我看不到它钳子。哎，呀、啊，哎，是吧？这个要大一点。这个小龙虾吗？是吗？这里呀、啊，这里。啊，那是鱼，快点钳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洞。出去养呀，不是有没有洞，没有洞。抓好多个了吗？得蛮多龙虾哦。哎，你那个它桶那里呀、啊？桶对对对，就那个你脚你抬起来，哎对，看到没？嗯。小小的这个，那么小，好像还有哎，你脚丫子那太小了。
大个的。那吃也吃不到。大个的，那里冒泡泡，刚刚我看到有好多小。小的把它榨干一点，连那骨头一起吃完。啊，这种鱼可以拿给乐乐玩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说啊，我刚刚看了好多。不会放你那坑里面，你让你姐去。大的那条鱼好像没找到哈、哦。找到了。找到了，在哪里？就是那条罗非了。有多大？5斤重啊！你屁股下面那好几条鱼搁浅了，哎呀，你一提又进泥里面去。这里有一个，哎，这里有一个龙虾，哎，对，往前一点，哎，掏出来，又是小小的，小小的，太小了，够一餐了，放多一点盐、吃不完了，放点油，多放点油，没有了，就完了呀，有也是很小，那你没有上次得多，好大了，都把上次得很多，得了好多小鱼，哥哥回来啦。啊，哥哥听到抓鱼会跑过来，看一下得多少货啊？还来手的呀？我不要倒进去。不能在里面了，出去看一下得多少货子啊？这里有条龙虾，跟在后面跑。有大鱼你要注意啊，等一下钩都不见了。得多少，乐乐？大多少？得多少？看一下得多少货货啊！哦，得好多龙虾了啊、哦！得多少龙虾？得一条罗非，得一个虾，得好多龙虾。够了，够一顿了。把龙虾拿走开。可以给乐乐吃一顿。把龙虾拿过来是吧？他怕把他的鱼钳死。那你抓，你抓龙虾过来啊。我罗非。还有一只老看不到我抓了。吃了，可以吃。小虾米放我这边。在哪？好看的。里面。有了。里面没有。就是今年的第二次、第三次上山后啊，就收获了那么多。虾米呢？啊，虾米在你那边，就收获了那么多。没有泥鳅吗？哎呦，老看到呗。这个状况啊，这个状况不是特别好啊。就小孩子开心嘛，放学了带他抓一下就行了啊。来，咱们回去了，煮龙虾吃好不好？大鱼，快一点走，要时速，动动，让我一下。